好，现在呢就开始走丛林路了。OK， 你带路哦，轩。我带路。健身教练欸，你这是蜗苣的服装欸。真的吗？感觉很像。这个有点太扯哦。这是怎样？我靠！哎呀，那么快就到了，然后一堆露营车，大概只花六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到了大家露营的地方。但我不知道这边是泛泛温泉 A 区还是 B 区，然后这边到底有没有足够漂亮的温泉，但是应该是要继续往前走，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过桥，要走到 A 区。现在我们看到一堆帐篷车，非常好看。哇，这种生活真的是很 chill， 很 chill。我们看到第一池了，这里温泉都超烫，然后延伸过去有好几池，但是现在有点多青苔，那我们再继续找，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地方。然后今天的天气真的有点热，所以好像不太适合泡。今天真的太热了，然后这池很赞，但是真的还是很烫。这个刚好啦。摸摸看，感想如何？哇，修，然后在大太阳底下，我看我们还是去溪水玩好了。这应该3D 就行。天气太热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挑战这个第一池的温度。哎，小二感觉怎么样？水温刚好哎，在那个大热天，然后大太阳的天气泡温泉，有 feel 吗？其实还不错哦，还不错是不是？我自己觉得。OK， 我来感受一下。哎，这个温度其实蛮赞的。那边交流处，这个温度不错。不错，闻什么味道？大概3分钟就晒黑了。对，要反面。我们就给溪水流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交汇处哈会比较舒服。那我觉得呢，我要让我自己呢先凉一点，凉爽一点。所以我到溪水的地方啊，天哪，好冷，有冷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泡温泉了。现在我们在那个一开始来的最大池，然后这一池呢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，大概可以容纳多少20-30人都没问题，然后调一下水温其实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地方。好，在这个点拍照啊，完美哦，水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泡完温泉了，你觉得泛泛温泉怎么样？非常的味道很大，而且其实过程中也不用溯溪的，完全不用对，然后而且这里又非常多池，对，各种温度都有，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调水，感觉就是虽然很多人在这边露营，但是池都非常够。对，没错。小浩，今天泡得开心吗？觉得还不错哦。水温真的蛮多种可以尝试 ，CP 值蛮高的，对。